正值休赛期，美国媒体已经提前开始了对于下个赛季的预测。今日美国第一大媒体 ESPN 就给出了他们眼中对于 2018-19 赛季季后赛的预测，东部的排名为1猛龙2凯尔特人3费城76人4步行者5雄鹿6热火7奇才8活塞，西部的排名为1勇士2爵士3火箭4掘金5森林狼6雷霆7鹈鹕8开拓者。东部有些争议的就是猛龙的排名似乎太高了，不过 ESPN 一直都力捧伦纳德是国防第一人，因此对他的偏爱也是有理由的。西部则争议更大，火箭丢掉了第二的位置，爵士反而超过了休城三巨头，掘金和森林狼奇迹般的挤掉了雷霆。事实上前瓜走人稳定双核后，雷霆可以说更强了，但更大的争议在于进季后赛的球队居然没有詹皇和马刺，詹姆斯加入湖人确实会很艰难，不过连季后赛都进不去，还不如森林狼吗？如果真这样，那么皇帝就太丢人了。另外增加了德罗赞的马刺还不如去年，同样值得商榷。无论如何，这次的排名一定会引发激烈争论。